军阀家庭走出的大小姐，有人说她爱慕虚荣，投奔了国民党特务，出入各种声色场所，生活中酒吧、夜总会、电影院，哪儿热去哪儿。也有人说她临危受命，事出有因。止血的引擎告诉母亲，孩子打掉之后就断了和延安的一切联系。作为丈夫的李青，甭提多难受了。组织严密的军统电台为何连连泄密？是能被中共截获，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怎样的失误引爆惊天秘密？张卫林的缺勤的确给中共潜伏在军统电台的地下党小组带来了大麻烦。敬请收看《名人那些信纸》，红色女特工张露平。1940年有一天，国民党驻防陕西的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突然接到了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发来的密电。自己部署周密的一个局竟然被中共轻易的给破了，真是奇耻大辱啊。在办公室里，他像疯子一样的捶着桌子破口大骂，盛怒之余还令人把潜伏小组的组长招了进来。一见到这个小组长，戴笠破口大骂：你们这帮废物！他一把抓过他的衣领说：你们是怎么被抓的？报告长官，我们一进边区就被他们发现了，看样子他们好像事先是有防备的。有防备？对，我们走的是一条偏僻的山路，胡长官的谍报员侦查过，说这里只有民兵放哨，只要有条路就行，可是没想到却遇到了正规部队的盘查。听到这儿，一股凉气儿嗖的从戴笠的脚底冒了出来。莫非有内奸？他不敢再往下想了，马上安排对军统局全局人员进行审查，尤其是电讯机要部，发现反常可疑人物一律先拘后审。而就在这个时候，军统电讯监察科科员张卫林突然消失，这立即引起了督察人员的警觉。他们赶紧跑到张卫林的家里找他，发现他不在家。不过他们在无意当中发现张卫林家的抽屉里有一本电台密码，还有军统局分布在各地的秘密电台的表格和几张记载着绝密情报的便条。原则上讲，把这些东西带回家是军统纪律绝不允许的，稽查处认为这是一桩严重的违纪行为，所以立刻就向戴笠汇报。初听汇报，戴笠也以为这只是一般的
违纪行为，但是当他看到那几张电台分布照片上这个姑娘就是那第七个人，当时刚满19岁。那么这个小小的姑娘怎么会成为嫌疑犯的呢？她和另外的六个人又是什么关系呢？结婚了，还有了身孕。就在小两口情意正浓、如漆似胶的时候，组织上给李玲委派了一个新任务。什么任务呢？让他回四川老家去做川军的策反工作。为什么挑中了李玲呢？这当然跟他的家庭有关。李玲的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本来是四川的地方军阀势力，但是当时被蒋介石卸掉了军权，就一直赋闲在家。中共方面就想利用这点，让黎玲去做父亲的工作，劝父亲为中共做事。黎玲离开延安的时候，丈夫李青没有多想，本来嘛，组织上安排任务是很正常的，何况黎玲只是回家做他父亲的工作，短则一两个月，长则3-5个月，咱们也能回来了吧。结果没想到，半个月以后，李青等来了妻子黎玲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啊非常短，总共也就10几个字。他是这么写的：身上负担已卸去，但有欠于你，请原谅。李青看完信大惊失色，什么意思？这分明就是在告诉他，他们的孩子已经被打掉了。李青琢磨着，他不明白，这是什么任务啊？要这么大的代价去完成？自打这封信之后，李青很着急，四处打听黎玲的下落。凡是有人从重庆回来，他准上人家家里去打听消息。几个月之后，他得到了黎玲的音讯，黎玲叛变了。这消息把李青浇了一个透心凉。李青想不明白，不是去做统战工作吗？怎么就叛变了呢？可是同志们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说黎玲到了国统区之后啊，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整天和国民党军官混在一起，一起逛街吃饭，出入各种声色场所，什么化妆舞会啊，酒吧夜总会，电影院，哪儿热去哪儿。更重要的是，有的同志还看到李林和一个国民党军官很亲，两个人好像情侣一样，挽着手走在大街上。听到这些，作为丈夫的李青甭提多难受了，可他还是不相信李林会叛变。那么李林到底是不是叛变了呢？组织上派他去执行的任务是什么呢？这还得从他呀，还真猜对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此时正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苦于无人能够胜任呢。1939年正是国共合作的复杂时期，国民党开始利用潜伏人员大量搜集情报，意图打压中共日益增长的力量。重庆的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就是这数十万潜伏人员的发令处。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军统电台秘密发展了两名共产党员，他们是张卫林和冯传庆。张卫林在重庆卫戍区的电讯监察科负责监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讯号，这样正好可以保护中共在重庆地区的秘密电台。另一方面，因为张卫林管电讯侦测工作，所以他就可以把国民党电台的波长信号提供给中共，这样谁能胜任呢？周恩来和叶剑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而就在这个时候，黎玲出现了。黎玲以前是军阀家中的大小姐，举止文雅，谈吐得体，最重要的是她对党有绝对的忠诚，所以见到黎玲本人之后，组织上临时决定让黎玲来充当联络员。为了
能完成这么危险的工作吗？张鲁平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行。一个从延安走出来的知识女青年，为何摇身一变成为神秘的时髦女郎？请专人教她怎么穿衣服，怎么化妆，怎么像是一个时髦摩登的年轻女性。她究竟是投敌叛变，还是大陆敌人心脏的红色女蝶？这小丫头葫芦里买的什么药啊？特务纳闷。18岁，她就打入国民党军统内部，潜伏在特务头子戴笠身边。消息传到戴笠的耳朵，她真是差点被气死。身份暴露，被捕入狱，等待她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在贵州西丰的快活里，张鲁平被执行枪决。名人那些信正在为您讲述的是19岁的女特工潜伏军统电台的故事。1940年春天，国民党兴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张鲁平领导的地下特别支队全壮大起来了。除原有的张卫林、冯传庆之外，他们又发展了4个，他们是赵立根、杨光、陈国柱、王习珍，他们都加入了共产党。这样一来，在军统内部机房、报务、驿马室这些要害部门都有了地下党、国民党的重要情报，怎能不泄露呢？一天半夜，张鲁平听到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马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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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在他的门上。他马上打开门，一个黑影闪了进来，来人正是冯传庆。他从身上张鲁平、冯传庆他们连夜译出来的这封重要电报，其实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戴笠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绝密电报能被中共截获，这意味着什么呢？戴笠也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了。难道有内奸？就在戴笠产生怀疑下令彻查的时候，一个意外。有一天，潜伏小组的张卫林由于连续工作操作失误，把一只收发报机上的真空管烧坏了。您可能觉得一个真空管烧坏了算不了什么吧，它本身就是一个耗材，用到一定的时候肯定会坏的。但是在抗战时期，重庆的物资非常匮乏，电子元件的管理更是严格。按照当时国民党军统局的规定，如果损坏了电子设备，那就要被关禁闭，一般是3天或者一个星期。张卫林一想，糟了，这下肯定要被关禁闭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又偏巧黎玲回成都探亲了，没有了领导，张卫林慌了神。他看看手表，离交班时间还有2个小时，不如向南方局军事组汇报一下这个情况吧。拿定主意之后，张卫林趁人不注意，匆匆离开了电讯总台，赶去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同志啊，仔细分析了情况，都觉得烧坏真空管是属于工作上的过失，如果贸然逃跑才最有可能暴露。南方局的同志分析的一点也没有错，张卫林的缺勤的确给中共潜伏在军统电台的地下党小组带来了大麻烦。就在张卫林离岗的这段时间，
军统训导处的处长来查岗了，一查岗发现张卫令人不在，机器又处在非工作状态。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人病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啊，就马上带人到张卫令家去了。这一场会谈结果，中共潜伏小组全部报，很快张卫令、冯传庆等六人被捕了。当时潜伏小组的组长张路平因探亲并没有第一时间被抓捕，于是国民党特务就想了一个法子，以张卫令的口吻给张路平发了份电报。张路平不知有诈，接到电报之后就匆匆地赶到了重庆，结果一下船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了。当得到张路平被抓的消息之后，戴笠也觉得缺口得从这个小姑娘这儿打开。怎么打开呢？戴笠想了一个好办法，欲擒故纵。他先命令手下放了张路平，并且向他道歉，声称是抓错了人，然后又差人暗地里监视着张路平的一举一动。戴笠之所以使这一计，那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他觉得这姑娘年纪小小的，沉不住气，要是真是共产党的话，把她放了，她一定会第一时间去找中共的组织，要这样的话他就能够把中共小丫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特务们纳闷儿。再接着跟踪，特务们发现这张路平竟然又买了船票，准备登船离开重庆。特务们一看，着急了，赶紧又一次把他抓起来。被捕后，张路平等七个人受尽了严刑拷打，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地下党潜伏人员。眼看从张路平、张卫林等人身上找不到任何攻击、搜捕中共的借口，戴笠也气急败坏，蒋介石也恼火呀，他把戴笠臭骂了一顿，下令枪毙张路平等人。戴笠想把他们作为人质，同时也幻想用时间来磨灭来到西风集中营后面临的第一次考验，就是被带进了刑具室，解除他从白公馆带来的几斤重的活料之后，换上了十几斤重的死料。熊熊烈火烧红了铁料接头处的铆钉，在铁锤当当的敲击下，张路平的踝骨阵痛无力，他闭着眼汗水淋漓，他不吭一声。特务们看到这种极少给女子使用的死料钉在这个姑娘的脚上，而她连吭都不吭一声，不由得暗暗吃惊，非常的敬佩。在西风集中营里，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监狱里恶劣的条件还不
是张鲁平最难忍受，让他最痛苦的是来自监狱中难友们怀疑的目光。因为张鲁平他们在进入西丰监狱的时候，身份都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违纪分子，所以西丰监狱里所有的共产党对这几个军统电台的国民党特务报以冷言冷语。可是张鲁平呢，却没有一句反驳的话，因为他心里一直记着南方局对他的要求，不能和其他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张鲁平等人被捕之后，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了解电台支部情况的人员都进行了转移，加上敌人的严密封锁，张鲁平等人被捕之后他们表现得如何，是否牺牲，党组织一时也无法了解。铁窗的日子漫长而艰辛，一转眼张鲁平在西丰集中营已经度过了五个春秋。那么接下来等待他的命运又将是什么呢？1945年7月14号上午，监狱看守通知张鲁平收拾行李，同时还有张卫林、冯传庆、赵立根、杨光、陈国柱、王新振。看守说要放了他们，有专车送他们去重庆。张鲁平他们已经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张鲁平从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换上了从延安回来时穿的那套咖啡色的连衣裙，戴上了红宝石戒指。最后他和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他转身和其他六位上了车。汽车行驶到3公里处的快活岭，在军统的被俘仓库前面停了下来。张鲁平等七个人刚下车，枪声就响了。在贵州西丰的快活岭，张鲁平被执行枪决，他身中7弹，牺牲时年仅24岁。由于张鲁平等七人从事的是绝密情报工作，他被捕入狱之后也一直没有暴露其真实身份，因此在解放之后，他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事情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1983年，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中共贵州西丰县委分别从落实政策和党史资料征集的不同角度派出专人调查，当年很多幸存者还有叶剑英都亲笔写了证明材料，最后才还了张鲁平他们七个人一个清白。1985年，在张鲁平等七人牺牲的地方贵州省西丰快活岭，为他们树立了烈士纪念碑。张卫林等六人被追认为烈士，张鲁平被追认为一级革命烈士。9月1号起，《名人那些信》神秘开启，《名人那些信》为您说尽那些年我们错过的国事、家事、天下事。每周六周日晚上11:40，《名人那些信》揭秘前尘往事的来龙去脉。